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吉哥。从10月24到今天12月4号开始，我的体重呢从85公斤到现在74公斤了。你有没有很想要知道我到底怎么瘦的呢？不打针，不吃药，重点是我没什么运动。那我呢也是大口吃肉吃油，但是我只是在对的时间吃对的东西，完全没有饿肚子，胃也不会痛。想要知道我怎么瘦的吗？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在我瘦到70公斤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大大公开我的瘦身秘籍哦。我的 YouTube 多少？在这边，快点按订阅我的频道哦。